今天是收到风之谷宠宠 GK 的日子，没错，这真的是 GK 由别人自行建模印制而成的牛虻。这只宠不知道为什么在竹谷龙志自在置物系列当中没有生产，所以有次在网络上面看到有大神自己设计了之后呢，整个惊为天人哦，特别私讯询问可否收藏一组，也因此呢有了这组模型。但现在我都还是没有上色的状态，看来我是得去麻烦一下乔老师了，乔老师帮我。